然后价格是给到你们多少钱？2018年的车啊，3.0T 只有5.8万公里，价格给到你们72.88万。乖乖，我给你摸零头了，我给你摸零头，啷个摸？就是2.8万，我不要了，直接70过，一个整数点我头上去，私信我好吧？来，把小林给我屏蔽掉。虽然我晓得你爱我，但是你刷屏了，好吧？你刷屏了，你好恼火嘛？来看哈内饰，来，我有点讲不出话，好吧？有没有心愿？有，乖乖。有心愿哈，有心愿，你说是？来，乖乖，那个一楼哥哥，一楼哥哥直接点我头上去私信我，便宜都说一下是吧？来，乖乖，你要好多钱？好多才便宜？你想要好多价位的？你跟我说一下，你私信一下我。我们家几万块钱到10万块钱，我刚刚说了有100多台，我们家四川地区、西南地区 number one 的车行，好不好？22年的一个老店、老品牌，好不好？问所有人都晓得我们是他们的老大哥。所有人我们都是他前辈，我们为啥子我们只抖音可能宣传做得不到位哈，抖音没有那么厉害，但是你放心，来我们店里头哈，一对一的服务，好不好？让你感受到快乐，好不好？直接私信哈我都可以了，来喝点水吧，没关系啊。来买瑞宝的话，直接私信哈我哈，直接私信哈我。买瑞宝暂时不在这个展厅，这个展厅话只有100来台车，比较小，然后呢，所以这台所以有些车没得，但是没得不是说。我们家没得，是不在这个展厅，我们家不得卖外头的车，我们家只卖我们家自己的车啊。你们直接私信一下我就行了哈，李永杰哥哥，你直接私信一下我。20几万左右的车，你要国产的还是要看 BBA？ 我们家都有，直接私信一下我哈。来，这个车的话，我直接给你摸零头70个，点我头上去私信我都好了哈。双天窗，然后带有后排的独立空调，然后价格是给到好多钱嘛？来，价格是给到70个，点我头上去私信我哈。刚刚我你们会不会私信？不会私信，点我头像啊，点我头像，再点我头像，直接进去私信。你说你想看20几万的车，我看一下我们家库存表还打得开不？打得开了哈，哎，好开，我的网，是我的网的问题。来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家888台啊，你直接私信哈我都行了，好吧，乖乖。我这样子哈，来，我先下个播，因为。